我们来练习一个甘字，甘肃的甘。甘字呢，首先处理好上面这个长横的笔画，我们把长横来练习一下。横画要长，起笔轻轻的按，到末端注意收笔，注意左低右高，长横的笔画要放得开，就是注意一下起笔收笔略微带点左低右高，整个笔画呢要放得开，写的要长一点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甘字再来练习一下，横画长，好，竖折的竖下来，右边这个竖比它略微高一点，长一点竖下来，在那中间这个短横，再一个横，注意一下笔画的写法，长横竖，右边的竖稍微高一点，长一点，短横再横，要把它封牢，这个短横处理在它的中间，短横处理的第一个横画必须要拉长，两个竖画之间呢，左边这个短一点，右边这个稍微高一点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甘字再来练习一下，长横要放得开，字竖，好，一竖这个竖要升得高一点，再短横，再一个短横。好，我们这个甘字练习到这里。